从今以后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山上山下拧成一股绳，在完美溪干出一个新世界。干！干！真没想到完美溪这么美。海家中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到完美溪的时候，这里的人都是什么样的？如果这一次村主任被山下当选了，那山上以后就更没有话语权了。你能不能娶喜妹，那还要打个问号了。退出村主任的竞选，彩礼一分不要，喜妹跟你走。喜妹我一定会靠自己的本事娶回来的。你这种拿村集体利益做交换的行为就是对我的侮辱。你怎么可以拿我做交易？我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宁可不结婚也要当这村主任，我还是有点想不通啊。你以为是为了村主任，实际上是为了山上和山下的利益。扶贫先扶志，我来这里就是要帮着他们脱贫。由我来当这个村主任，那是最有效最实际的办法。你开玩笑吧，联名推荐蒲书记当村主任候选人，你跟我哥都别争了，这样你就可以早点把我娶回家，明白吗？迁户口为什么呀？蒲先生，你想好了？你把户口迁到村里，你什么意思？非要出这个风头是不是？我参加村主任的选举一经挑，我不是因为贪恋权力，我要减少村里的内部矛盾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为自己想的越多，为老百姓想的就越少。脱贫攻坚就是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，我没想过给自己退路。倒要看看这完美溪唱的是哪一出。唱票完毕。完美溪，我来。2021湖南卫视现实主义力作脱贫攻坚三部曲之江山如此多娇，每晚精英独播剧场。特仑苏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